进来的啊，全要进来。就是说他想要进来，但他如果不想进来，他会自动撤。对啊，没有没有牵动之后要合落空合几次啊，这个就是上下相随的难题。他如果真的想要进来，他就这方案有效。进来了，好，还要进这样，然后摇滚，等一下，咱们他这个是指发进，但如果不想发进呢，他想进来，我就中间拦着，我不发他，那这个时候他能不能进？重心被发，重心被发，因为我还有那个社会。